兴也非常的高兴，再一次来到深圳来为大家演出。在过去几年的巡演当中呢，深圳是我来的比较多的一座城市，每次到这里来呢，都觉得这是一座非常年轻而且充满活力的城市。今天呢，来到一个新的剧院，我们滨海艺术中心，非常的漂亮，又看到我们的新老朋友，内心觉得非常的高兴。而且今天呢，又是很特殊的节日，3月8号，我们现在叫女神节。那么今天呢，也祝愿在座的所有的女神们、所有的妈妈、所有的姐妹们节日快乐。我想提到这个女神节，没有什么比邓丽君小姐的经典歌曲更适合这个节日的了。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今天一起唱起这首《甜蜜蜜》，祝愿我们的2024都能够甜甜。